我是花田，今天收到了一个快递，会是什么呢？嗨，拆不开，拆不开是不存在的。嗨，嗨，出来了，掀开，哇，你看这光有没有？我即将变成一个土豪。我仿佛感受到了钞票在向我招手。带大家近距离看一下，是不是很像电影里面的钞票呢？哇，我像不像在拍电影里面有大把大把的钞票？吃下去你就有钱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吃咯。竟然有点好吃。你也来一口，一起，大家一起变有钱。哎，他这个真的做得好真实哦。我就说昨天晚上梦见了有一把钞票狠狠地拍在我的脸上。哎，这个特别适合用来整蛊同学。我要是当着他的面把钞票吃掉，他会不会一脸懵逼呢？好啦，逗你们的，这个其实是用糯米纸做的，可以食用的哦。上面的呢都是一些可食用的色素，用来玩玩还是可以的，不要拿来当零食哦。啊，我刚发现吃完了以后舌头变颜色了。更多好玩有趣的视频记得关注你的花田，拜拜。小熊给你钞票。哇，这么多，那我不是发财了？对啊，你发财了。